我们不能让世界堕入黑暗。老朋友，很高兴我们能再次为了同个目标一起并肩作战。哼，确实如此啊，就像许多年前的海加尔山之战啊。感谢圣光，这颗世界之树没有倒下。真的，当埃达希尔在泽拉斯扎根时，我一度好像听到某个声音。 我也听到了。啊，太好了，看来那不是我的幻听。非常美妙，仿佛是一首歌，像是在召唤我。那会是世界之树的声音吗？应该不是。那听起来更为古老。我不清楚自己是怎么知道的，那只是我的直觉。如果我们都听到了，感受到了，其他人说不定也一样。有可能。 但我们改天再来调查这件事吧。今晚，我们先庆祝我们的胜利。所有人一起庆祝！一起庆祝！伊鲁恩的光芒会揭露所有的真相。亚历史卓沙。 你回想过大崩裂之前的岁月吗？当时世界还很完整，只是后来内部爆发冲突，世界也因此四分五裂。数千年来，经历无数可怕的悲剧，永恒之井。 燃烧军团进攻诺达希尔，而这颗珍贵的世界之树，埃达希尔，让我们再次齐聚一堂。当我看着那些挺身而出的人们，无论新面孔或旧面孔，我看到过去消失的事物，团结。尽管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我知道。 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就能面对任何挑战。我没有任何感觉。 生我，你实在太好猜了。哈哈。
现在不是做梦的时候了，我绝对不会忘记。真的？卡雷克，啊，很抱歉没早点联络你。不用道歉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忙，与家人团圆，担任库尔提拉斯的海军总帅。那你呢？你再次获得守护巨龙的力量了，你还带领蓝龙回家了，卡雷克。我知道那对你意义重大。我想，我们都需要展开一段旅程，只是无法同行。一切都会顺利的，是吧？你有时间吗？我想向你介绍几个朋友，但我必须先提醒你，他们大概会强迫你尝尝他们的汤，而且他们很喜欢加鳗鱼内脏。我是库尔提拉斯人，记得吗？我就是喝鳗鱼干汤长大的，感觉那是很美味的汤。巨龙群岛苏醒了，泰坦眷顾着你。寇拉诺斯，我回到了这个世界，已经与我离开时大不相同。无数帝国兴亡，上古之神销声匿迹，巨龙群岛陷入沉睡又再次苏醒。老朋友都过世了，有些是不光彩的死去，还在世的也似乎并不需要我。守护巨龙也自行重获力量，完全不需要我的协助或泰坦的介入。我们的处境很类似，守卫者提尔，我们都是为了奉献而生，我也同样完成了我的使命。不过这个新世界既广大又美妙，或许我们只要在旁观察和守护，那便足够了。需要好好思考一番。